啊，为了这个答谢各位粉丝呢，王俊凯在自己17岁生日当天呢，举办了一个粉丝答谢会。既然是答谢粉丝嘛，所以当天一切全免。9月21日 ，TFBOYS 队长王俊凯在生日当天举办了自己的粉丝见面会，全国各地的粉丝赴约来为他过生日。据悉，此次的见面会门票是以抽签形式免费赠送给幸运粉丝的。会专门准备了多长时间？其实没多长时间，就是之前一直在拍戏嘛，就从前天开始准备。因为正在长沙拍戏，王俊凯只能利用拍戏空闲时间为生日会节目排练。尽管准备时间有限，但现场王俊凯抒情歌快歌热舞一个没落下，甚至还在现场和几年前的自己隔空对唱。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，面对希望逆着光，感觉爱存在的地方。刚刚你有偷偷瞄到那个大屏幕上你以前的视频吗？有，我觉得我看了一眼，哦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，感谢了。你自己在唱这些歌，什么样的感觉？觉得很熟悉，又有一点不熟悉的感觉。啊，对。是被你囚禁的鸟，已经忘了天有多高。2012年2月，王俊凯一翻唱《囚鸟》《我的歌声》里的歌曲，走进大众视野。2013年，和其他两位成员王源和易烊千玺组成 TFBOYS 组合，正式出道。3年多来 ，TFBOYS 以其阳光正能量的形象吸引不少粉丝。但随着人气增长，片约的增多，一边唱歌演戏还能保持学霸的地位，这意味着他们在背后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。生活、学习这块怎么来就是兼顾呢？这次带了家教嘛，所以一般收工会。不是夜戏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太晚，一般7点到8点多之间收工，回去就吃个饭，卸个妆，然后就开始补课，补到10点多就准备睡觉。在自己的生日会上，王俊凯没有请 TFBOYS 的其他成员帮忙表演，但王源、易烊千玺仍然到场祝贺，并提前私下为王俊凯准备了一个惊喜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看到这个实物感觉怎么样？刚刚我觉得实物还挺好看的。祝王俊凯队长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每天都像今朝。笑我死是吧？没有、啊、我还没说完呢，每天都像过生日一样开心，然后每天都幸福快乐的。然后能每天都开心的，就是把自己心里的话能说出来。我把点评，每天有好朋友作伴，何尝不是一种幸福？